开弹打一波。抓到第一只，这边应该还有人，听到声音。差点输掉。每次打近距离的时候都觉得很抖。看来陀螺仪好像真的需要练，但陀螺仪打远距离又好像没什么，我手又会抖，那准心也会很飘，真是两难呢。难道是年纪大了？找到一只，哇！不会烧死我吧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哦，我那个火，结果它躲角落不会被烧到嘞，好扯哦。哇，怎么最近感觉靠过去的时候，图示出现的速度变得好慢呢？空投箱这么近，有办法捡吗？感觉上很难啊，拼拼看吗？有机会吗？不会。哇，吉利跟 Groza 太好了！上来往上走了，有一个空投箱，有没有机会？又是一个梦想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走走走，走起！
面就有人了。OG打赢了。在屋子里面吗？我就是他、喔，这么近哦、喔，刚才都没看到哎、欸。哇，我有体力的话，我可能要善用这个优势，找一颗石头或草就趴在那边，就这一颗了。哇，我的这个粉红，我这个橘色的 skin 好像很显眼呢，一定要。有时候造型颜色太显眼也好像很麻烦。我们要等一下，因为我们本身是在中心圈的中心点位，不太能够积极的往前去 pick， 四周都可能会有人摸进来，太危险了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哇，我这边兵家必争之地了，可能要趴了。我、哦、还有人在对岸吗？所以这样子的话，我的一方向等下会来人，最少一只，最多两只。他们如果没有结果，我刚才右边打完也没结果，左边这边也没结果。总共有七个敌人喊我，现在有六个敌人。左边跟右边都是人呢、欸，他先看左边的，左边的可能会贴过来。手雷啊！哇，他们好像都不太嫌手雷的、欸，不是这样的话，只能够用老梗战术骗他。应该是全部都是伏地宝宝大战斗了。我抓到你了！哇，这个他刚才换枪的时候，刚好有黑黑的东西凸起来。绝地求生 M Party 仔真的，那眼睛要很专注才看得到，有时候甚至还看不到。啊，不过还好这场有吉利一，所以我跟他比趴的话，应该还是我优势吧？啊，应该啦，应该啦。这场打的比较保守一点，想说有吉利一就稍微归一下啊，九杀吃鸡，哎，可以可以，耶、yeah!。